你看，你看，我可以在这边走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可以在这边走，没兴趣啊。你看，可以走，我要自己去接。我在走台步。他已经都是别人跟他讲的。屁嘞啦！好多压力板哦。他现在什么？第十一关。你压力板踩看看。哪一个？随便啦，踩了才知道啊。这边是不是要堆东西啊？等一下，这个是错的。你记住这一个，然后对这个对，然后再踩刚那一个，不是踩刚，再踩一次，再踩一次。我是只能踩一个啦。没有啊，你对啊，你踩啊。不是这个。对，然后再踩刚那一个。不是第一次踩的那一个。对，然后对，然后刚那一个。对。你在干嘛？然后你要再踩别的了，应该是到一个新的地方了。不是这个，还要从头踩吗？不用不用，来再来再来，你再踩，好再来再来，对这个，他不会收回去吗？好，然后再踩你上一个，不对不是这个，不是，对，然后再来，对就这个，好对收回去，碎啦。不就还好，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？气死了！好了，走了。十二关重生点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第十二关，我这边有四，我这边有四个红石，四个红石。我这边有一个，这会爆炸，这个连线过去完蛋了，一定会爆炸。四个红石，该不会就真的是这样吧？然后换边哦，要干嘛？有没有考虑等下换边，还是再看看？都可以啊。是，可是我还有一根红石火把。不是插这一根，不是插这个哦，我这样连过来啊。你问我？我放错了吗？死掉了啦。法师讲的时候他们听得懂，有默契。我放错了，不会吧？还是放在这里啊？我克唔掉啊吗？今天还 get 啊？没有吧？我就刚好这四格没错啊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连过去。怎么连过去？你问我，我现在还是我要把它打掉会怎样吗？啊，红石火把是你打？火把不是你的啦。火把不是我的。红宝不能拿，那好像说是别人，那是之前的。有人说把对面的红石打掉，我打了。打掉吗？打不掉吧？打不掉。红石火把上面可放置在羊毛，哪里有羊毛？不是啊，这个是前面的啦，前面的。那之前的放回去。好啦。有人说你的红石火把要变暗，你按给我看。你在站间的。拆掉一个红石，可是你要怎么拆？用火把插哪里？你要怎么拆掉一个红石啊？拆不掉啊！要看上面写什么，真的假的啊？所以我要再开生存把火啊？怎么拔不起来啊？那会不会真的是我放错啊？小贱手、啊！可是这样我我要趁 Game Mode 0把它打回来哦。不是要自杀吗？怎么自杀 ？KIL， 真的假的？这样又要扣分。开箱子，开一下，开箱子。箱子就，哎，不要动。啊？不就还好，差点要牺牲两条人命了。我忘记有那个活塞的声音了，对。气死了！喂，气死人不就还好没牺牲人命。喂，卖个拱啊啦！喂，卖个拱啊！我们解一半才花大概半小时左右，我们要不要慢一点啊？迷宫区好好玩哦！迷宫，我要走迷宫。好，那我是还是你要走？好，跟你走。我是协助者，来交换，交换啦！给你，我可以看你走迷宫。不行，我进去有没有变瞎子？为什么？那我帮你。往前，往左，往叫你往左啦！有怪物有往左啦！对啦，蜘蛛可以打吗？蜘蛛可以打吗？有敌都，我有轩辕剑。轩辕剑，
有宝箱好，然后往右，然后再往左边，不，左边啦，错了啦，走哪边？对啦，这边啦。好，左边还是帝都？右边有箱子。锁上了。锁上了。丢。然后左边，走回左边，走回左边。你被攻击了。嗯。走回左边，走回左边。不是，回来。来左边，哎，对，然后好，左边，左，不是那边啦，去哪里？左边，哎，对，然后再往左，往左，靠，哎，对，好，来往右，好，来继续前走，哎，前面有一只蜘蛛，小心，不要太快，好，然后往左啊，哎，然后，哎，对，再往右，再走。啊、然后往哎、欸、对往前往右嘿哎、欸、对哎、欸、你很会嘛，我们这边、啊、不是这边啦，走回去啦，去哪里啦，我就还没讲话、哦、你在跑什么，我意味着拿到钥匙了啊，那你要回去开吗，你回去开好了，哎、欸、这样子成就被你解到了啦，那我变出什么，那你回去解啊，那我就我回去啊啊，你走的都是对的、啊、走对啊，你现在走的都是对的啊，不是错了回头、啊、你故意走错的，你故意走错的，我怎么会记得路啊，快点啊，往左往哎、欸、对、啊、往右去哪里啦前面有蜘蛛小心，我跟你我看不到，好好好好好对然后往右哎、欸、对这样吗，哦这样你要走、欸、要走回来一次，哎、欸、枝叶相持，哦那个是成就，我看一下好像是第三个是不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没有拿到一丝不漏哎、欸。我觉得大概是前面我们把它弄掉了。啊，不是那边、啊，你想走去哪啦？出去啊！我想离开这里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要喝一口麦香。不能玩了，不能，我要自己走。哼，我自己一个人走出去。哼，不是那边啦，回去，回头啦。右边。左边、欸，然后右边，然后一个 U， 哎、欸，对，好，往，哎、欸，往左，然后往左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哎，对了，往左，应该是往左吧？哎、欸，对，不是啦，我那往右啦，我在三个路口，你这神漏啥小啦？哦，往右，有出去吗？哎、欸，没，哦，哎、欸，对哦，出口那边，哎、欸，对，走这边，对，走这边，对啦，然后在我这，没有人叫你转啦，哎啦，对啦，喂，哎、欸，我们没有拿到一丝不漏哎、欸，一丝不漏是什么啊？哎、欸，垃圾人哎、欸，垃圾人哎、欸，然后解一次就信心崩溃了，是不是？闭嘴啊你们！气死！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我们两个就……哎、欸欸，哪一边啊？哎、欸，对，哪一边啊？啊，我是在这边啊，我在这边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，屁！啊，你屁！我刚走这边进来的、啊。怎么走进来？你最好从那边走进来。不是啊，我刚进来，我是在这边啦，你在另一边啦。所以我们刚刚进来不是都在这边，是吗？嗯，好，没关系啊，都解了，反正只要走不同边就好了啦。哎、欸，你跳得到吗？喂，你妈跳得到？再来。哎、欸，再一次，按。好，你数三二一，我按。按。靠！喂！再一次，你数啦。3、2、1，我忘记按了，等一下，我忘记了，好，你走，3、2、1，再一次，3、2、1，3、2、1，有了吧？有了，然后呢？安呢？嗯欸，里面是迷宫 啊！里面什么？这边是迷宫啊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就一堆方，就对，我们肯定少了什么？哪可能？迷宫啊，迷宫不能走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，帮我开门啊！不是，那个是什么？箱子？木镐？木镐、哦，木镐可以敲史莱姆方块吗？欸哎、欸，这有通讯啊！你就走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梁氏不要问这有事。OK。
OK 的啦。其实这件事情等到真的要东窗事发的时候，我不会刻意去藏它的，各位放心。啊、好了好了，赶快解啦，赶快解啦，专心在游戏上好吗？大家怎么那么爱八卦嘞？对，啊，所以那边是什么？等一下啊，我就看他在上面那蛇来蛇去，超像一只虫的、欸。嗯，哦，烧脑之旅。对啊，你刚你刚讲迷宫，我也听成蜜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果然瑶跟瑶粉是心有灵犀的。嗯，两个木材跟一个石头可以干嘛吃哦？两个木材跟一个石头，拉杆吗？两个木哎、欸，要吗？爱讲又叫人家不要问，国中生吗？师爽啦！你想怎样啊？要吗？真的要吗？你试试看啊，控制感啊！啊，我有木棒。啊、可是照这样讲，为什么按钮就不行？你就做控制感试看看嘛。控制感真的吗？你打看看啊。控制感要用什么？用鹅卵石吗？嗯。我不敢，我不敢做哎、欸。哈哈，台湾屁孩回答方式没有，我只是懒得讲这件事而已。你们不要太充满好奇心，好不好？我不敢啊，妈妈。妈妈，你就做啦，你做啦，做啦。为什么不做个石头按那个木头按钮？快点呐、啊！气死、欸！我对啊，我想说冲绳里面怎么蜜蜂哎、欸？对、欸，怎样？啊？怎么放上去就？不见了，在你箱子里。哎、啊，干蛋，不是放在这里吧？试试看啊。不是，我刚哎、欸、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啊，不能，还、啊、是放这里吗？它放哪里啊？我不知道。安安。哎、欸。嗯。不是丢回去给你啊？看到了啦。丢回去给我。哎、欸。不是、啊。对哦，我前面这一块，哎、欸。哪来啊？谁叫你下来啦？啊！哪来啦？铁砖。我哎、欸，有铁砖哎，我插给我啦。放我回去。那你先把东西给我。先放我回去啦。看。啊！再一次。三二一。三二一。喂！哪来啊？哪来啊？呸！垃圾人呢、欸？他还在上面跳跳跳。欸、要飞回到我身上哎、欸！哪来啊？等等等等，我在想会不会是我那样是那样子。等一下我先想办法找路回去。看，哪来啊？等一下，我大概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会。迷路了。快啦！你别乱跳。快啦！要多久？这里也没铁砖啊。要多久？只能给你而已。你就拿来嘛。在乎教学生碟、欸、有人说这边是你要帮我开门呢、欸，哎、欸，对，那你下来帮我开好了。下来啦，那边呢、啊？那我上去干嘛了？啊，这边啊，帮我开啦。哎、欸，放你身上了，我根本没丢哎、欸。哎呦，算了，一起进来。它上面写什么？如果你做错东西了，啊，突然就哎，瑶、欸，你去下面看一下有没有箱子开。去下面，里面那一间。这一间，另外一间啊？哪一间啦、啊？这个、喔？哦，来三等一下，好、啊，应该不会。你突然某程度的暴力破解了。这样，哎呦，过来！哎呦，哎呦，啊、那个就开，那个就开开关而已、喔。对啊，好像就开开关而已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以为可以。对啊，我以为怎么办？我们已经过完，我们已经过完五分之二，我们已经过完五分之三了、欸，五分之二，快要了。第十五关，这边有两个木材，这边有一个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木哎、欸，拿到木斧了，我敲。可是拿到两个木材要干嘛？该不会又是控制感吧？你那边什么？对，每关都有成就，不可能吧？它成就只有看一下，成就只有这几个，可是有二十五关呢、欸，怎么办？吃什么啦？一个木斧，不要再一个木斧了啦！
还是要把告示牌敲掉。你没敲它干嘛呢？哦，压力板，哦，压力板啊，白痴哦。那我来干嘛的？气死了、欸！那我这边根本没事情做啊。气死了、欸！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